没得过颈椎病的人很难理解颈椎患者的感受，脖子疼、僵硬、恶心、难受、头晕如患高血压、手麻、胳膊麻，又像是中风，记忆力减退，晚上噩梦不断。由于难受，有的人脾气变得暴躁，像患上了抑郁症。颈椎病是颈椎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、韧带肥厚或颈椎生理虚度，改变压迫颈神经根、脊髓、椎动脉、交感神经而引起的一组综合征。一颈椎病可分为五种类型：一、神经根型，神经根受压，颈背强直，活动受限，肩膀酸痛沉重，手指麻木。如果症状仅在表现在颈椎，又称为颈型颈椎病。二、椎动脉型，椎动脉受压，头痛、头晕、耳鸣、恶心、呕吐、视物模糊、易发生猝倒。三、脊髓型，脊髓受压，上肢发抖、麻木、握物困难，严重者腿软无力，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，行走困难，甚至瘫痪。四、交感神经型，头枕不疼，头沉、头晕、偏头疼、心慌、胸闷、肢体发凉。五、综合型颈椎病，符合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况，称为综合型的颈椎病。二、康复的要点：一、采用良好的习惯，将颈椎回归到正确的位置上；二、调整良好的前后肌力平衡，保持颈椎的稳定，防止出现压迫等情况；三、康复治疗：一、牵引疗法和枕带牵引，患者坐位或卧位，三到十千克3060 miniqd， 是病情314D 的一疗程。脊髓型颈椎病慎重。二、睡眠用枕材质，枕芯正常，颈椎幅度垫出来，颈椎垫出来后，头身体的重量对颈部有牵引的作用，合适的枕头对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有重要意义。一般仰卧者枕高一拳，侧卧者枕高一拳半，约十厘米左右。习惯仰卧者最好在颈下垫一小枕头，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。习惯侧卧者应将枕头冲塞到面部与肩部的空隙中，以减轻颈部的负担。三、放松加牵伸加肌力训练颈椎的平衡中，有两块非常重要的肌肉，构成了颈椎的稳固三角，胸锁乳突肌和头夹肌，两个之间的平衡对于颈椎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长时间的颈椎不正的位置，胸锁乳突肌处于缩短的状态，而头夹肌处在无力被拉长的状态中，并且再加上斜角肌的无力，导致颈椎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。训练颈椎的深层肌肉的力量练习，对于颈椎的稳定有非常重要的帮助。当深层的肌肉被激活的时候，表层的肌肉就不会去代偿稳定的作用，也就不会出现僵紧的状态。四、对于颈椎的练习，首先要做的是：一、放松颈椎附近的肌肉，放松颈部、胸部和肩背的肌肉；二、拉伸颈部周围的肌肉，拉伸上斜方肌、胸小肌，在此动作基础上左右轻轻旋转即可。胸锁乳突肌、胸大胸小肌、前锯肌、背阔肌。三、练习较弱的肌肉，练习中下斜方肌、菱形肌、头夹肌，双手抱头，在颈椎保持中立位的时候，合手做一个对抗，深层颈屈肌、上背部整体肌肉。五、颈椎病保健操一体，托头颈患者站立，头微微后仰，双手交叉托于头后方，相当于颅骨的枕骨粗隆部，向上提托头颈，一张一弛，往返30-50次，可同时配合胸背部后仰，以活动脊柱的上部及胸廓、肩背等部位，达到放松诸关节的作用。二、往后观望患者站立，双手叉腰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两眼平视，头颈部反复向左及右旋转，活动范围自小而大，但不要强求过大地增加幅度，次数也不要太多，一般20-30次即可。对已经患有椎动脉型颈椎病者，不宜做此锻炼，否则可引起跌倒。三、颈下侧弯患者站立，双手叉腰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分别做颈椎左右交替的颈椎侧弯活动，往返20-30次。四、与向抗力座位或站立位，放松颈部，通过手施加向前、向后、向左、向右的阻力，
颈部保持中立位不动，维持5秒后放松，重复3到5次。5回头望月患者站立，双手叉腰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头颈转向身后，观看身后天空中的月亮，左右交替，如此反复15到30次。它能改善颈椎病有后仰及旋转受限者。6中医推拿手法治疗采用刺激性手法与颈椎调整手法并重，以刺激性手法为基础，颈项部操作与循经手法刺激相结合，以颈项部操作为主的原则，适用于神经根型、部分椎动脉型，但脊髓型颈椎病应慎重采用。其药物治疗遵医嘱服用解痉镇痛类药安乃近、消炎痛、布洛芬、福他林、芬必得、美舒凝神经营养类药 VIT B6-12、 甲钴胺、神经生长因子血管扩张类药川芎嗪、凯石脊髓、椎 A 型选用外用类药丁剂、疏火经、促进循环舒筋作用外用贴扑膏药、平淮糖通筋活络八手术治疗症状重，影响生活和工作，而经系统非手术治疗3到6月以上无效者，神经根损害较重，已造成显著肌肉萎缩者，病史虽短但疼痛剧烈，已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者，脊髓型颈椎病脊髓明显受压者，应及时手术。就颈椎病注意事项，一、颈椎的练习中幅度不宜过大，以颈椎的正常生理活动度为前提；二、平常的姿态保持中是非常重要的，训练时其中一部分，但是良好的活动和体态才是纠正颈椎病的关键。三、影子颈椎病的因素有很多种，其中也包括了生活体态、睡觉的枕头、平常的呼吸模式等。四、长期从事案头工作的人应增加工间休息和活动时间，以增强全身的血液循环，消除局部肌肉疲劳，预防和缓解颈椎的劳。